那您觉得，既然老百姓对于房子投资现在看来并不是一个划算的，那您的建议是，如果有一点余粮的话，要把钱投资在什么地方呢？是股市？我觉得是年轻人，就中国的股市，这个是起伏很大的，这个操纵性很强。我觉得如果是年纪大的人，一定要考虑投资债券，就是如果有余粮的话，就是因为它不能承受风险。然后在中国的债券的回报还是不错的，比美国高。这个如果是年轻人，这个就是说有余粮的话，我觉得要考虑投黄金，虽然黄金已经速度非常高了，这个已经这个增长的很多了，这个因为我认为黄金它不只是带来了这个是一个资产，它是一个也有流动性的，它是一个硬通货，这个它是可以在紧急的时候。它是可以变现的，比较容易的。像您提到黄金的话，就我想到您在12年前在接受央视对话栏目采访的时候，您也是提到了当时2008年金融危机，您是建议中国应该加大黄金期货的储备。对，这也是一个非常有先见之明的一个建议。那是不是现在跟2008年那个时候，您对黄金加大黄金期货储备的建议是一样的呢？不太一样。这个我认为作为国家，一个是这几年他已经在大量的购买海外的黄金，这是一个。第二个呢，就是我认为中国是非常缺乏美元的，所以现在买黄金已经来不及了，就是黄金价格太高了。然后呢，中国又需要这个美元，这个支付很多的债务，所以中国实际上是缺这个货币的，国际货币的。所以我认为中国作为政府，他已经不能再收藏黄金，来不及了。但是民间老百姓是可以的，那么中国现在要怎么办呢？我觉得就是由于美元流出的速度非常快，实际上中国政府两害取其轻，应该限制美元这个出境，因为美元是能够解决国家在困难的时候这个购买石油，我们的石油60%多是进口的，所以这个就是没有石油，这个交通就会出问题啊，然后我们的电讯产品这个芯片采购是量非常大的，所以在这个互联网支撑的经济情况下，这个单单维持这个中国的这两大块，能源和这个高科技这两块的美元支出是非常非常大的。所以我觉得就是原来的债务支出，这个高科技的采购，这个粮食的采购，这个能源的采购，都是中国很大的。所以我觉得现在国家要储备足够的美元，即便美元在贬值，他能够度过这个困难时期就不会有问题，因为中国人是非常勤劳的，他很快这个系统会自我调节的。那您刚才提到了购买能源，还有高科技产品，还有包括粮食，那您看这一次的疫情，包括今年这个洪水哈，会不会对粮食安全产生一定的威胁？我觉得粮食的储备是足够了。这个从国家公布的公开的数字，我再打一个折，就是乘一个0.8，那我觉得3年之内不会有问题，但是如果我这个乘0.8这个系数太小，或者太大，那就有可能了。那粮食会出问题在哪里？会出问题，就是因为信心，就是我们现在不是说我们对他人的这个信心，我们对自己的信心缺乏了。这怎么讲？就是很多人。这个我认识的一个人，他买了2000多斤的这个稻米，他存在家里吗？对，存在家里。他一家三口之家，他一家一仓最多吃半斤，他们一个星期只吃4场米饭，所以我算了一下，他3年吃不完，问题是这个粮食只能储存1年啊，对呀，你买3年干什么？所以我觉得就是非理性的这个恐慌，哦，是对自己的不信任。是您提到我知道，我爸爸妈妈都买了很多罐头，他们从来就不吃罐头。是，哎，您提到的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，因为咱们中国人哈，我们这一辈的人没有经历过这种吃不饱的日子，但是我想就是在我们的父母辈都经历过，大家对于这种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恐惧，那是不是遇到了这样的情况，这种记忆又被唤醒，然后又想着说是去储存粮食？是的。这个到时候会同时发生。我知道当年日本这个核电站出问题的时候，
有一度街上的盐都不容易买到。嗯，你想盐的消耗量，嗯，如果按米的消耗量算的话，它不到1%，是是，是不是？一嗯，斤大米可以，一斤盐可以抵消100斤大米的消费量，但是盐怎么会缺呢？对不对？北京离这个海边这么近，天是，津这个一般的盐8个小时就出来了，哪会不够？是是。吧？所以就是粮食会出问题，但出问题出在这个信心。如果全国有1亿人同时收藏大米，嗯，一那定你会有多少出大米，对不来。嗯，对？所是，以这个就像挤兑一样，它对，会踩踏。嗯，所以其实越是这种时候，越是应该的去理性的进行决策。是的，嗯，这个理性在这种就是不太容易吧，就是因为我们这么多年经历了这个向上走的这个过程，嗯。并没有这个就是并没有经历过这种挨饿的这个考验，所以这个恐慌到时候会同时出现，这个是很不容易的，哎。嗯，是，真是。